Hi, thanks for watching the video about shot on iPhone 14 Pro through the 5 passes.等我进去还有吗？演员好像都走了。 小面瓜这批的我学挺快啊！我跟你说了，你那会儿就应该跟我走。你看看他现在反应，多好啊！我这两天还学了太空步呢。什么步？太空步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踩下去。这胳膊干嘛呢？啊，这脚抵住。朝晖，哎，是这舞步好学呀，还是咱京剧这台步好学呀？下回学。 回去办戏去啊！不是你马同学一郡办的着什么急？哎，就这样。我今儿来老爷，师傅让你来老爷啊？啊！你们这不都发财去了吗？厂里这会儿没啥人了，师傅让我顶上。行啊，演唱吧。去，来哪一折？过五关。你留神啊，别一个大刀花削人老师傅后脑勺去。我大刀花削你后脑勺。上台了啊！张辉，你又错了，你怎么老记不住啊？啊？是哪儿啊？是这儿，你这手上没尺寸。 那么一砍就砍别人后脑勺了，像你似的，你是这么走的。哎呦，别，师傅你也没饶得了我呀！嘿，别笑了，你父母把你交给我，我就要对你负责。练功的时候就要用心，每个人给我发30个大刀花，去练去。师傅，我大刀花赏不好，怎么办啊？ 没事儿，你跟着我后边，我落哪儿你落哪儿。跑起来，往圆场放开了，啊！跑起来，好，快，坚持，快！小辉，小姐跑起来，对，坚持。 张辉，你干嘛呢？想什么呢？这走路也不看着点儿。哎呦，师姐啊，我昨没瞧真准，你这太磨蹭，太好看了。讨厌劲儿了，来，我给你拿好东西。我得办戏去了，着什么急啊？一会儿办哪出呀？老爷。你的马童。我的老爷。居然要勾上脸了，能顶得住吗？ 哎，金姐，挺帅啊！你这大半葫芦顶得住吗？听听呗。张辉，伸手尝尝，你没吃过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腰果，广州的歌迷给我的。你还有歌迷呢？小梦，咱来一个。准备了啊，炮塔，武器，走走跑。 大家抓紧了啊！张辉呢？看见张辉了吗？啊，刚卸了妆，下楼了。常辉啊！常辉吗？我了。 你师姐今天这出戏啊，全砸在你身上了，你知道吗？师傅，赵辉的父亲病危了，白天刚刚接到的电话。赵辉。 周科长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，我跟您介绍一下啊，这个今天晚上的角儿，我的关门弟子，是，非常棒啊！那个周团长，我跟您说啊，咱这一出戏调整为10分钟，您想想辙子好不好？因为咱剧场老板呢又插入了一首通俗歌曲，你说就在时间上控制控制就行啊。20分钟，各位辛苦了啊！ 已经减到20分钟了，这又让我减到10分钟，太欺负人了！这关羽过五关斩六将，要斩谁呀？得了，我呀跟师哥学霹雳舞去吧。我说老几位，咱先别掰扯了，要不想想怎么改戏？这样，咱们谈戏。 夹住，卸家伙，打抢背，刀劈。哟，对不住了，周团长，咱今晚只能缩短到5分钟了。嘿，各位，今晚都是角儿啊，嘿，都是角儿。哎，这太欺负人了！唱了半辈子戏，还没受过这样的窝囊气呢。天了，不干了！张辉，今儿帮不了你，可别赖我啊！对，别赖我了啊！先生们，要不咱想想辙，不干了，走了。先生们，咱们走了，没有人看京剧，走了，散了，走吧。师傅，你这要不我打6个，万一他们还回来呢？我丢不起这人。自个儿大约5分钟。 下一个节目，精致过五关。你怎么不跟他们一块儿走啊？舍不得。生活中啊，要是没遇到过点坎儿，你就演不出这个中和义。摆刀。 身心一致，既随意道，行开神懈。身心一致，既随意道，行开神懈。身心一致，既随意道，行开神懈。既随意道，行开神懈。既随意道，行开神懈。身心一致，既随意道，行开神懈。 告辞了，马童与杨业。